观众朋友们、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频道为您现场直播的第七届应试杯决赛。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的呢是五番胜负的第一局。是。这个大家已经看到了这个我们的这个片头了啊。肯定是经过现场拆先。是。黑方是朴廷桓九段。他是世界冠军。对。白方呢是范廷钰三段。现在好像三段跟九段好像差别有多大？不太了解我们这个围棋这个现在情况的朋友们可能觉得三段九段好像这个没法下了，没法下哈。实际上现在别说三段了，就是初段都很厉害啊，更何况初段跟九段，初段也不见得输，不见得输。对，更何况范廷钰啊，最近在国内是风头正劲啊。这次参加应试杯打入决赛的两位棋手呢，朴廷桓和范廷钰其实都非常年轻，华老。他们一位19岁，一位16岁。那显然是范廷钰是更小。对，16岁。那这两位年轻组合呢，也是应试杯决赛历史上最年轻的一对组合。到第七届了，前六届都没有出现过这个事儿。对，都是20岁以下的两位棋手。那华老，要不然我们先赶紧先看一下这个精彩的对局，对，然后我们一边摆一边聊。对，那么肯定是精彩的棋谱，我们先睹为快。是，所以我们两个讲解者啊，本身呢，我觉得是跟大家共同欣赏、享受这个最高等级的比赛的过程。是的，是的，好，经过拆先呢是朴廷桓的黑棋，星，星小目，对，很正常，2连星，二连星，中国流对2连星，朴廷桓的中国流，其实我因为在直播之前做了一些功课啊，朴廷桓好像最近下中国流的概率不高啊，并不是他经常使用的布局，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啊。一般来说，我觉得棋手们应该是用自己最擅长的布局来面对这么重大的比赛，但朴廷桓出乎意料吧。应该我觉得，既然我都觉得他下的比较少，范廷钰肯定也是研究得很清楚了。那更清楚了，更要研究了。对。我想呢，这个从兵法上来说，实际上来说呢，你刚才说的一个使用习惯的这个说法吧，对，那么我们不妨说他是使用了特长。那么平常使用，平常用的很少的，结果你也用呢，我们不妨把它形容为你特短。特短的，有的时候你一用呢，达到一个什么效果呢？叫做出其不意，攻其无备。对，也是一个招。是，所以这个也是从战略战术上来说，首先也是上谱的，我想是。好，你继续看。白棋小飞手脚。大佬，这个小飞也很有意思啊。因为中国流，因为现在是职业高手们使用的非常的频繁。那白棋面对这个中国流的时候，好像像这种挂呀，这种挂呀，或者上面直接挂是，我们觉得比较常见的。现在这个范廷钰直接在星位小飞手脚。我觉得呢，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值得向大家介绍的这个问题。一般来说，中国流啊，它有两个发展方向。对，一个是往上边，形成以星为中心的两翼张开。是的。再一个呢是下边，比如说最终是站在这儿，是以小目为中心的两翼张开。对，这个两翼张开呢，就是白棋来说呢，就是你主要是心里边想着我到底主要限制它什么。我限制你上边，那么我自己走上边。我限制你下边，我自己走下边。这是限制法。对。还有一种呢，虽然说从道理上来说是略显勉强。就是怎么着呢？你不是黑棋会张大模样吗？你以为我白棋就不会张，是不是？对围哈。对围。对围的话呢，那也就是走这个，直接三连星。最近我看古力呢，那棋啊还经常，他的三连星啊，尤其他一下白棋，他的三连星啊都是低的。那就不算三连星。也不算三连星。连片吧。连片。反正这自己的二连星他也连片。那么也是有的。那么这个是三个本来是正常的，算是主流了。但是最近主流当中呢，棋手们他们也与时俱进。
他们怎么与时俱进呢？他当他限制上边的时候，他来一个这个小飞。哎，当你限制下边的时候呢，从下边小飞。啊，好像是拳头往回缩一点。这个里边有，其实看看一招简单的棋有两层意思。一就是你再猜的时候啊，你也猜得大不到哪儿去了。你的规模已经受限了，已经被限制住了。比如说你要不走，它实际上是一挂。大概不管小飞还是跳，不管怎么着，它比如说在这儿，那么它的模样正式啊比较大。那边上边同样是如此，我们就不讲了。这是其一，就是我一走这个的时候啊，黑棋如果下边还想猜呢，从一般的棋理来说，我看我们只能猜到这儿。已经比刚才规模小多了，很多被压缩了很多。你要是想再猜大一路，那么这话怎么讲呢？因为你再猜大一路之后啊，自己也没猜二的余地了。那么换句话说，白棋啊就说了，哎，这个下边，这个小王，我跟你商量一下，到底是姓白呢是姓黑啊？那么反过来说，比如说举个例子，我走这个，直接打入了，这个有点你扩张的太大了，已经占到了我的这个地盘了哈。叫打入，我也赞成，但是同时可以还给他一个术语，这叫加工。哦，为什么？你看下边这个地方，看我的手的手掌以下的部位，对，白棋几个子？三个子。黑棋几个子？两个子。谁的兵力占优势？那肯定是白棋了，不用说了。所以你不要以为你占了大场，我就是打入，我还认为我加攻你呢。我在攻你，你没活呀。所以这个换位思考一下，就发现很重要。这个子的位置啊，不合适，可能不合适了。所以通常的棋理来说，要猜只能够猜在这，有掌握一定分寸啊。因为是为什么呢？下一步呢，这个是好的。比如说你想猜在低位，你不想猜高的，你猜在低位，理论上呢应该猜在这儿。根据我刚才的道理，猜在这儿是属于什么呢？蛮横。蛮横就是这人啊不怎么讲理。你看你凭什么猜在这儿？我这儿已经有了，对，你也没猜二的余地，你牛什么呀？过分了。对，是这么个意思。所以这个地方呢是我理解的这个布局的棋的道理。所以这个小飞呢，其一注意啊，它两层道理，我刚才说了，其一限制你，其二这个小飞啊，主要是下一步你稍微一不留神，他就给你来一小尖。有一个后续的好点。好点，直接小尖，这个脚基本上就实力比较结实了啊。很难再去很肥很满。对，很充分，是吧？现在这个季节呢稍微过了一点，我经常说像这种形状，那有的时候比如说你这个地方要是一挂，也是这个意思，都相近啊。一跳，这种都是什么呀？跟这个形状，都是什么呀？都是现在北京也流行了，专卖店都很多。阳澄湖大闸蟹，肥满，肥美的一个，肥满，蟹不单是要肥，还要满。这我们上海人说啊，这个仓是满的，这个壳啊，它叫仓。我们习惯上叫仓。南方的说法哈，这就是那一代的说法。仓是满的。一般习惯上说里边的肉也是这么，就是说这个仓很满，就是这么直接那么说，好像一般不用别的说法。北方好像还没有这么，因为叫的比较少，因为那个东西是那边出的呀，对，当然以那边为准了，是，对不对？所以这个北到了别的地方，当然讲法就会变啊。现在是小飞，对，我们来看黑的，黑棋上面，这个是同样的道理，一样的，他呢？他不想挂。其实挂一个，华老是不是也是常用的下法？当然也是常用的下法。挂呢，它就有变化了。你比如说，他也可能加，也可能直接硬了之后，被考虑你到底是走在哪儿，对不对？还有一个呢，就是走完这个，就算人家硬，那么你这个地方到底走在哪儿？走在这儿还是这儿？还是在这儿？都是就是也值得考虑的地方。对，但就局部而言呢，新加小飞再加这边的大场，属于什么呢？属于没得说。
没毛病，肯定是好心。嗯，那么他就先占好心，接着你如果一不留神的话，他再占这个。也就换句话说，你要走这个，他肯定是在这儿。对，我相信他绝不能让你这样，这个理想了。嗯，这个这样的骑行是黑棋要避免的。那当然要避免，这不合适。嗯，这个你变成黑棋了。对，这个不合适。所以呢，这个地方呢，他下一步就是说，当你走这个，他要挂。再挂。现在呢，范廷玉呢走了这个了，那你说黑棋该下什么？应该这一点是。对了。必争的一点啊。对了。这两边拆开很明显的一个点，正中央。对，分头。这朴定欢肯定比俺们懂，这样咱们不懂，咱们要向他学，对吧？所以他实际就是走在这儿，马上分头，一拦住，不管你拦哪边，他都有一个拆二，他就拆二，他拆，你要再敢拆三呢，因为我已经走过了一个了，我当然要打入，马上打进来，这样子显得有点过分啊。这个也是一个战斗的图形，也有人呢，也有这样迎难而上的，迎难而上故意，对，对不对？就是他心里边有所准备，这个打入之后呢，他想法很多。那么这盘棋呢，咱们我想不宜在这个地方，在他根本没下的这个地方展开解说的，这个咱们该写著作了。其实这里呢，要来解说的话，可能也有很多很多的变化。对，好了，你所供职的围棋天地呢，可能出一整棋也说不完，说不完这个围棋这个变化实在是太丰富了。没错，可能简单的一个拆耳就足够写一本书了。没错，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他现在呢又尖，对。尖，天柱。这个尖本身当然是好点，你要不尖，人家大飞进去击打。对，而且呢，这个地方呢，他下一步呢，瞄着什么呢？瞄着点在这儿。哦，如果你不跳的话，哎，那么他点，下点基本上要挡住。你这个让我挡下去肯定不行，他再搭住。普通是挖，哎，挡吃。挡吃。他一退，他一接牢，他再一退。当他打吃的时候，吃一个这个棋呢，职业棋手的这种感觉啊，都是下在什么地？这种地方很多水平还不够的棋友呢，一看这个东西，又想想又不想查，一想那就反打呗。哦，如果这么反打的话，这个十有八九是不太好的啊。熟手是熟手，这个地方要下这个单长。哎，它的用意是什么呢？用意呢，如果不走的话，有一个这么吃啊，他不是跑出来的，是吧，花了？对，跑出来吃在这儿。跑这个子才跑出来，被他打了接牢不值钱。非要走在这儿。非要走，你如果再跑，再跑我再接住，你走中了。将来我再吃吃你俩。对，而且没有这个打吃了。没错。他如果提掉的话，那我一退。再退。这爽形，这个形状吧。怎么说法呢？这棋啊，围棋要的就是这个。有的时候生活上咱们也有这个妙趣，要大家有这个体会啊，有感觉。叫什么？你知道吗？有一句话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就这地方，这种形状就是疏而不漏之典范也。看起来好像有一点点余地，实际上啥也没有，根本跑不出去。对了，实际上捆得很牢，你来捅捅看。对，出也出不去。你首先这个拱是鱼形，这个扳更不用说了，本身有断点。对。对不对？所以像这种形状都是围棋是一种绝妙的一种意境。嗯，啊，那么他要走这个，他要求你的是什么呢？你如果想补，我要求你补这个。对。那么一般来说，黑棋呢，那么手也是对双一个。那么反过来说，如果是白棋，这个地方只许你下一个，只许你下一手，人家已经这样了。我反过来问你，小王啊，我认为你应该在这儿呢，还应该在这儿？那我应该是藏在这儿吧。只许你下一手的话。只许下一手，对。那你有一些人会说了，那我这个形状多厚啊？你多了一手棋啊，多了一手棋。这就叫什么呢？就要背语录了。这个问题不用讨论了。多一手棋还跟我讨论什么？这里呢效率那就变低了。已经不对了。对，你这边多一手棋，别处肯定要少一手。然后应该是这个感觉啊，所以呢，黑棋呢，他是想避免这个情况，对，于是他就跳了一个，这个票还是很有价值的，那么白的呢，一看这个形状呢，如果真能下成这个形状呢，我觉得白的应该感觉还蛮舒服的、还可以，总还可以吧，哎，布局到现在目前为止，花了，我觉得双方还比较平稳啊，这个进行，这个。
毕竟是应氏杯这么重大的比赛，没错，五番胜负，这是第一局，第一局，第一局，而且冠军奖金40万美金，40万美金啊，嗯，还是很丰厚的，很丰厚，很丰厚。哎，这盘这个应氏杯的前两局呢，正好呢没有在。因为中韩两国棋手下，他既没有在中国比赛，也没有在韩国比赛，而是移师到了新加坡。公平，公平，公平，移师公平。他们在新加坡是不是预定就下两局啊？对，啊，就是今天和后天下两局，第一阶段。啊，不管是最后结果是1-1还是某一方2-0，对，还有好戏还在后边。因为通常比赛安排呢是怎么安排呢？嗯，要是你直接一个地方下三盘，嗯。万一一方差3-0，也是有可能的啊。没了结果，对，后边就没得下了。是，所以这个有问题。嗯，所以通常呢，你只能够下两局，你下三局已经是踩线了。对，你下四局更不当不正，没道理。万一第四局没有了，对，都有可能。还有一个呢，安排围棋比赛。因为我以前也老干这个事儿，嗯，在退休之前也老干这个事儿。安排围棋比赛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啊，一个地方啊不宜待得太长。哦，是对棋手而言吗？对各方面而言都是如此。哦，随便举个例子，对棋手而言，嗯，就拿咱们应氏杯来说，你五局棋如果都要下完，那么第一天到，嗯。已经算紧张的了啊，说不定两天前到都有可能。对，第一天到，包括开幕式，开幕式头天晚上的联欢会，嗯，是吧？第二天下棋，对，第四天下棋，中间的歇啊，休一天。第六天下棋，哦，第八天下棋，第十天下棋，第十一天才能走。这个一算起来就非常一个漫长的日程，1/3个月给你耗在你这个上边。哎，如果下满五盘，少10天就进去了。对了。多十天啊，多十 天还多一天呢。哦，如果每盘中间休息一天的话，对，那应氏杯这么高规格，是该每天休息一天。对，所以呢，整个的这个赛场全要搞定。嗯，然后新闻单位天天要弄这个东西，各方面对，对不对？大家都要驻扎在这里。然后作为主办单位来说呢，叫做客不走，主不宁啊。对对对。它总是个事儿，嗯，所以呢，一个地方呢不能够待那么长，宁可呢一个地方待完两局，嗯，比如说照正常的话呢，再换一个地方，基本上你要准备它结束了，嗯，因为客观上只要弄到三，它就有可能结束啊，对，是不是这问题？对，一弄到三局就有可能结束，嗯，随时可能结束，那么这个问题就大了，所以呢，通常呢换一个地方呢。可能再下三局，这样的话呢，对宣传呢也有的可说。哎，还有点像什么呢？这个比赛呢，还有点像炒冷饭一样。这个饭吧放久了，你比如说现在，12月份咱们下这个那个头两局，后三局呢，我当然现在还不清楚在什么时候下的。哎，总而言之，换一个时间，应该是早就安排好了。嗯，换一个时间，再换一个地方下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大家已经对应氏杯已经都忘了，嗯，把换一个地方啊，重新掀起宣传热潮。对，从宣传的角度来说也是好的，这样也是对主办单位啊， 对这个围棋项目啊都是有好处的。所以从棋手的休息，嗯，主办者的安排，哦，包括这个宣传的报道，嗯，都是像现在这么安排呢，应该是我们已经想出来了，这个是比较好的选择，这是一个比较恰当的，对，有分寸的一种日程安排。虽然我想可能很多棋友们希望一气儿把这个比赛，嗯，看出一个结果来，对，但是听完华老说的这些这么多的情况之后，原因哎，确实是，其实大家有的情况不要一下看到底，对了，留一个悬念，对了，也很有意思，对了，嗯，所以他现在这个安排呢有他的道理，对，好，我们再接着再看，继续看这个地方呢，现在白的呢，可能有三处可以选的方向，对，一个呢在上边，这个上边啊到现在为止啊显然没有什么合适的棋可下，两边都是小飞手脚，头对头，对，某种意义上来说啊已经把这个棋啊下的呢，把这个地方已经下的价值有点变小了啊，对了，把它下定了，下定了，
这个地方呢，很显然，你看中间隔了多少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啊，明显比上面要宽。你的明显，你看这一二三四五六七，差得起两路吗？是，对不对？而且是这个角呢，它没有向外发延展过。嗯，再有一个呢，就是不管怎么着，是打入这个还是打入这个，嗯，这个呢，打入的棋在现在来说肯定是亏的，有点早了哈，过分。你先早，先早你就入侵，嗯，结果呢正好遭到人家痛击，是，这就不便宜。因为这个右边呢，黑棋已经事先有四颗子力，没错，布置好了。你如果现在贸然的打入进去，对，以少敌多，你除非是真的是艺高人胆大啊。对。但我想这两位棋手应该是实力是比较对平衡的，均衡的。对。那么现在他走在选择的范廷钰选择的是这个低挂，哎，这地方也是比较常见的一种挂法，应该是比较正常。嗯。那么他想，你如果走这个，你如果手脚呢，他大概要现在要走在这高啊，他很可能要走在这里三路。嗯，走在三路，如果是这个的话，很可能就在这儿了，高低配合。嗯。哎，大概是这个。那么朴廷桓呢，直接飞，这飞也是华老也是比较常见的下法吧。嗯，也有他飞过来马上扩张这个中国流。嗯，很直接的下法。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嗯，你这个地方啊已经有一个子了，他认为，嗯，如果这个子没有，那么这个飞呢就是好像心理障碍就更大，他比较宽啊，他怕以后这个地方真的什么都进不来了。那效率太高，这个都是微妙的地方。对，这地方他不舍得走，通常有一点这个味道啊。是，现在他压上来搬，好，稍等，这个形状注意一下，很重要，这个形状不可随便搬头哦，如果随手马上搬一个哦，被黑棋贴下来了。这个贴为什么那么值钱呢？嗯，尤其是主要是什么呀，头啊还摁过你。华老的比喻很形象，这个我们都说梁子头必搬，他摁了你一下，刚好是一个梁子头的形状，摁过了你之后，结果呢你的头呢已经被摁了，嗯，这个下脚啊还被一个这个障碍弄得难受了。嗯，所以这个地方是绝对要拐的，要拐一下，你走这个棋形的要点，别人要走这个，那么你也许会提问题，这个棋你觉得这么值钱，嗯，那我啊连头也不搬了，直接这问题你要不要提？对，直接贴下来。要不要提这个问题？我觉得提出这个问题这是会是好问题，很自然。嗯，但是这个问题咱们只能够，我会怎么回答你呢？哎，您这个托做的真好。嗯，就这道棋呢，我是断然告诉你是否定的。嗯，因为这个一贴，白棋刚才说了这一点，二子头对了不能被黑棋扳住，所以呢这个头单独挺上去，是对白棋来说这个长也是非常大的。对对，那只有不怎么就是讲棋理的人才会又这样。嗯，当然也不排除了他还又这样继续。哎，这棋呢也许下下下下吧也能赢也未可知，但是从棋理上来说呢是严重的不合。这样下呢虽然也是围了一块空啊，对，也挺大的，但是嗯，可以看到白棋自身也是可能是它的这个外围可能更大。嗯，那么这个当然要靠运用了。对，要靠运用，也许黑棋这么下也能赢，也真赢了，有这可能性也有。嗯，现在呢他单扳头呢是好像比较符合一般的常规的道理啊，是要拐，要拐，这个点不能错过。嗯，这地方呢你要借牢呢就这地方过于空虚，是太虚了，所以他还是只好退退搬。哎，等会儿没搬啊，哦，先拖，这道棋不多解。这道棋我就很自然就马上搬了一个，因为华老师不搬一个还是比较常见的，对，普通是搬的，是，但是呢这道拖啊体现出这个范廷钰，嗯，就说什么呢，他考虑问题很现实，在他看起来，嗯，这个地方只要能够我们俗话叫做拖着，就是你能够拖，嗯，你如果不会被人家搬掉，从外面搬进去的话，就算他觉得便宜了，他觉得可以了，哦，他觉得分寸到了，嗯，这么个意思，这是范廷钰的内心的这个想法。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棋呢他怕的呢是以后呢这个走着走着啊别这个拖不着了，嗯，
那是一。第二个呢，那还有一个呢，就是你如果不脱，嗯，那么白棋在憋着什么呢？还有些人啊，心黑，哎，他想我有没有这可能性啊？脱在这儿，对呀、啊，我刚才在想，你如果掰，就算脱到会是便宜的吗？对，我来这个，我在这我搬进去，对，非要做活，这是第一。嗯，你敢搬着走，我长还掏你。对，那么这些棋呢，都是有一定的道理。嗯，但是这个范廷钰呢表示呢，就这个地方我就不考虑了。不考虑了。哎，他就当做拖一个这块空给你，给你拖一个，我算是便宜的、哎。我自己觉得也可以了。啊，他只是防你啊，就是你现在外搬，他有所考虑。哦，如果直接搬的话，他应该是不怕。那他走，这题上边一段。基本上要粘上，我估计他是不会搬了，估计他要从走这个，哎，对，从这儿大概是，断打哎，藏出去，大约是这个意思。嗯、这个藏出去只要黑棋啊，有一点不舒服。这个什么地方？因为你争执它是不利，就这个棋被滚打，这被一夹有点受不了。那么你于是想再走这个，他又再藏了。他是藏还是搬呢？啊，他还能直接搬，这、啊、太好了，对对对，这直接就能搬，太好了。不知道能不能搬？太能搬了。哦，讲得好。这个提醒的好，我就在想着走这个，我想下一步走这个，直接就走这更棒、嗯，非常棒，很想直接搬上去。嗯，这个形状，黑棋呢，就是说外围啊，嗯，可能会受到一点损失，所以它最终它是里搬了。对，其实黑棋里搬，我觉得也没什么不满意的啊。嗯，华老刚才说的、嗯、说拖呀这种棋，就现在就没有了。嗯，对。双方各有所得吧，长，长，它也长，它飞，飞，其实这里飞，飞是很大呀，很大，因为你不飞的话，它拐，对，这个地方呢是必须要走的，但是是飞还是再贴一个啊？我是在想，你飞再贴呢，它有可能搬了，有可能要搬了，哦，这个说不清，说不清，因为现在我一飞啊。嗯，你等于是什么呢？我飞的效果呢，就是让你啊抢这个头的过程啊。嗯，我飞，你如果再走这个，有点炸了，这头等于没抢过去，跟这个连扳性质完全不一样。是是是，头已经摁过来了。嗯，那么这个飞呢，就这样，这有一点让你啊，哎，叫黑棋啊，黑方啊，哎，您慢慢的啊，这个头，这头停一下啊，我要出在你前面的啊，有这个含义。快速，这个飞要比贴一个速度快。嗯，打入。打入。他打入这个地方，他一看也是时机了。马上打进来。这里白棋飞到这边以后，我们看到很明显，下边的白棋的势力模样都在膨胀当中。你必须要黑棋走一手，如果不走，华老师傅这步棋很大。没错，他当然要跳嘛。嗯，现在刚才华老说跟我们讲了，这个小尖这个点很大。嗯。但是现在可能。对，他可能不见得，没错，不见得肯了，他要更进一步，没错没错，更凶，更凶，没错，白棋黑棋马上打入也是很厉害，嗯，很严厉的。这个棋很多这个地方呢，他下起来呢是往这儿下的，压住，嗯，有很多人他是这么下，也是长形吧，也是长形，这个、怎么？那么他在长还是比如说你挖，他能挖。现在敢挖吧？挖你如果打吃他长啊，他那个地方争子肯定他有力。哦，争子有力，他一长出来。嗯，长出来你要接上的话，他这个是争掉的。这个子可以争掉。这个争掉是黑的不错。对，就吃掉了，所以他可以挖。那我呢就只能打吃了。打吃的话他接牢。我是挡住吗？还是挡住还是退都有？有点困惑。我比如说打一个。有很多人是走这个的，那么他就打吃。真是。哎。这个再一走，再拐一下，也很这个下法也见过，也是长形，对吧？因为这个地方实际上双方啊都在比胆略，胆略，胆略就是这个地方你呢是很大，但是黑棋那一头呢也很实惠，然后这一头更加坚强了，特别是什么？你这里不是还欠一手吗？嗯，但是一不留神，这个棋如果被我打掉，那把刚才拖的这个子爆吃掉。就是我这块空啊，就是肥的不得了，这地方完全是一个判断和计算，是，对吧？这个我不敢特别的多的去评价它。嗯。那么范廷钰的下一手棋呢，能看得出来，就是范廷钰心中啊
特别觉得只要有机会，我这个棋是不肯让你保持掉的。是，我只要有机会一定要想退出来，争取和你交换一下。哎呀，你退，这随时肯走这个，那就这范廷玉早就签字了。嗯，刚才拖的时候退就立刻就下了。哦，只要你肯同意，一切都没得说。就是这个脱退对白棋来说已经是官子便宜，非常的他非常满意。对了，非常满意。而且这个棋跟这个一比较，这个目数没法比啊。这个一走，就算你那边全程控，而且走了这个成控不容易啊，开始容易有问题了。这个吃了一个子，如果正好是控的话，接下来还有这种。随便举个例子，我走到这儿。啊，你要虎吗？不是说他不是这个来压缩他，哎，直接打进来了。我问你要不要走这个，我随便是举例说明啊。嗯嗯，走一最熟的，不会下围棋我就长。哎呀，这长可不是不会下围棋，我是不会下围棋。我不怎么会下这长一个很厉害啊。这个长呢，一个要拐，下边要打吃字头，还有冲。嗯，另外一个呢，那我不会下棋。对呀，那我就顶。话老说这不会下棋的，就那我们会下棋的也，哎，也硬不了啊。哎，我这个啊叫什么呢？叫俗大爷。俗大爷。俗手的大爷。哦。俗大爷，你看多俗啊。嗯。对不对？看着很俗，但是呢，就是拿他也没招。就是告诉你，这个地方如果一退，不仅是空大，嗯，然后下边的这个实地啊，就更进一步走向实地化了，哦，对不对？更像块空了。对，而且自身也是厚实，还且不是空了。对。那么，所以范廷玉内心呢是觉得这招其实超级大，是。我们最起码来说，嗯，哎，咱们这看看这招棋有多少目？你看，一般马上断下来。哎，有头二十目肯定是有的。哎，你这个子基本上是救不回来了，只能打吃。哎，基本上只能这样了。嗯，挡住吧。对。嗯。吃掉这个脚上吃掉，基本上呢我们看着这个搬砖啊也是你的权利，是白棋权利，对吧？这个搬砖我们就不再继续摆了。嗯，那么首先来说呢，我们本来如果是黑棋的这个空的话呢，嗯，大概是你这个最多是这个地方搬砖，对，然后被人家挤，你这个还要少一目。嗯，所以这个棋白棋增加的目数呢是什么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你增加八目是铁定的。对，看你少了多少目呢？黑棋呢？他本来少了多少目？普通是走这个。嗯。普通走这个，因为你要狠着走这个的话，这头啊又有点毛病，稍微有一点点，有点薄。嗯。普通有点满，有点撑，还是走这个。那么，然后你跟我刚才相比较呢，算我搬砖掉。嗯，你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嗯，十啊，注意啊，哦，来打掉你一目呢，十。那么也就换。跟他是八目。刚才话说这招棋是十八目。嗯，那么我退完之后这个还有十八目的这个价值。对，十八目是一个什么概念？十八目，嗯，十八目就是说我的师兄老师领导陈祖德，嗯，我很怀念他，生前怎么教导我的呢？他是乙刚，照我想，如果在续盘阶段布局阶段你很明显认定这手棋有二十目，那么你就算走了，嗯，肯定是我给你怎么评价呢？你不算你大错，也就是说续盘的时候空的时候你明显有二十目棋，二十目棋意味着什么？你提掉人家十个，这就是二十目。二十目，哎，就是很确实的目数，对了，数看得清、数得着的目数，二十目，哎，只要你下得上，对了，就不会太离谱。陈老师就认为不坏，就不坏。哦，嗯，那其实起码不能认为很坏，他的口气是这样的。哦，那就说，就是续盘这一手棋，你如果明确走出有二十目价值，那么哪个上手都不宜随便批判你的招法。嗯。因为你的棋是下的是有价值的。哦，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这个含义。其实给我们一个大致的概念，概念就是说布局阶段每手棋价值没错，有二十目棋就也不错了，已经不错了，已经不错了。二十目棋啊，我随手跟你举个例子啊。嗯，你比如说二尖高加，因为布局这个
布局的时候木数概念是比较虚的啊，比较虚。你比如说这样跳出来了，嗯，这个棋一退了，它也一退了，是，对。后边呢，比如说举个例子啊，其实没有这么下啊，嗯，比如说是这样吧，这棋假如咱们把它吃住了，嗯，那么这个地方就被它断掉了，哎，就这个飞进去，嗯，这种飞脚啊，基本上都是20目前后，哦，20目左右，左右，所以你很早很早的时候就该走这个了。如果布局的阶段飞了一个，对了，你不要觉得他不会有什么大错。哎，你觉得怎么那么早就这么走到二楼上去了？极大极大，而且很实惠。对，他主要的大，他是把这个算进去了，他把你这个算是他的权利。嗯。那么你如果不走的，他是走在这儿。嗯，飞。这一走啊，哇，你看这一出一入啊，这个十多目黑棋十多目已经出去了，白棋肯定也是1、2、3、4、5、6、7、8、9、10。嗯，20目左右。对，我想这里可能也是华老想跟我们强调这个目数啊，哎，一定要重视。对了，下棋下到最后，大家还是要比目数。对了，下棋是要比目的，嗯，不是光比嘴皮子，对吧？所以他呢，当他打入的时候，嗯，范廷钰这个地方的下法非常有个性。他是刚才我们说了，常见下法这种压肯定不算错，对，不算错。但是呢，跳出来，他决定抢一个先手，很强硬。嗯，跳，结果呢？黑棋拖一个，黑棋他拖过，拖过，拖过之后不理了，退回来，马上把这个抢到。对，他就觉得这个非常的大，应该是不知道是不是期待已久啊？他拖的时候可能就很想期待，找个机会把它退回来。实际上已经期待了，已经期待了。嗯。那么朴廷桓呢一看呢，因为这个地方啊再被你走啊其实还是很大，嗯，是，所以他跳出去，跳出去这一招棋本身我觉得价值也确实是很可观的，嗯，这一跳这两个子一下显得没错，需要处理，可是现在还有反攻的可能，对对对，黑嗯白棋呢没有马上这种随手跳，嗯，白棋是选择的飞在这里，嗯，他是什么呢？有拿到的，能够拿的先拿。先拿这一飞，感觉下面这个时控啊，嗯，因为刚才已经退到了。对了，如果没退的话，先飞。对了，被黑棋一保持，那有点痛苦。对了，他一看呢，他这块空啊围得很好，而且头呢也在这里，嗯，那个两个子呢还有余位，他就跟你想跟你充分的考验黑棋的神经。哦。结果黑棋一看呢，吃不吃我？哎，话说，如果我现在真的将计就计吧，对，我就来就把它吃掉怎么样？就是不清楚他第一个会不会搬，会不会搬，然后可能会不会走后来的那招棋。哦，他这个里边还藏着包藏着他的，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包藏着他的一种战略意图。嗯，这个战略意图很深，你到底敢不敢把这个子啊正经当成你已经连上了，正在往外。对，那么我且不说的，我就搬你藏，我一藏我的空也很结实了。 嗯，最关键是什么呢？这块地方呢，现在朴廷桓呢他还是想把这块空围大，但实际上好像还黑棋欠那么一手棋的感觉。哎，不，他想干嘛呢？这招棋咱不是解释过飞吗？嗯，现在呢他呢老还要诱发你，咱们在这个地方还要老要跟你搞，要尖着走，尖着走，它不是飞的，它是这种，它飞比较紧凑的下法，飞是很熟。嗯，它一定要走在这里，然后你敢藏，它可能还先贴一把，还要贴住。嗯，再走这个，是不是会直接走这个？很有可能。嗯，第二个呢，以后呢，这边呢再慢慢的出来。嗯，再出来之后啊，说的一句什么话？他说不定还憋着这个。哦，他这个尖啊，其实就一直瞄着这个。没错。如果他不是要准备搬断，他没必要尖过来，是吧，华老？他认为你这个地方如果真的一点没毛病，不可能。嗯，这种高棋啊，全是什么？你的一点点毛病，他看得准着呢。对，大家都是拿着放大镜在下棋一样。没错。那么当他这么一走之后呢，嗯，范廷钰呢，已经有了，已经尖了。对，范廷钰呢下得很轻，他没有跟着硬。哎，我们一般下法，对，按照我这个水平画了，对，人家尖我肯定是想考虑搬啊，
体还是长，没错，都会没有想过会脱薪，啊，对，我的水平好像没有这个概念。我的水平跟你一样，我也是这么想的，但咱们范廷玉校的就不一样了，他一看，他怕将来再录进去啊，时机有误，所以他要提前进。马上这个点，这个应该怎么？这个术语话痨应该怎么说？打入。打入。打入。它的含义就是说，问你啊，要不要这块空？你要这块空？怎么要？请你下这个。啊，如果你飞的话。你要下这个，你要下这个呢，他觉得满意了。将来这头断是差不多永远成立的。你一走这个呢，跟这个形成一种重复的内在联系，效率一下子好像。举个例子，我再走这个，小王，他希望你走这个，好像只能走这个。如果我再走这个，你再走这个，这个太轻松了，随便了。对不对？挂一个脚，哪怕再挂一个，甚至于再走一个在肩上来都有可能，都可以，都有可能，所以他要求你补完之后再迈到脚上去，他很可能是这种含义。其实是一个抓住时机啊。如果话痨刚才说他简单长被黑棋贴过来，将来再走，我觉得黑棋是对来守控的可能性会大大降低啊。对，是一个好时机。现在他走这个，就走现在黑棋也没有来围控，对，也是反击，是比较正常的思路啊。两位棋手是针锋相对啊。现在他走这个，他还要求你啊，你要不要这块空？他告诉你，你如果要，你要怎么样？要的话，普通的应该搬。搬。这个地方呢，我确实没有想清楚他到底会下什么。哦。照道理来说呢，这个棋再长的概率啊。低，为什么？这就是说啊，这个地方如果再藏，被人家藏进去，你又不见得敢挡，然后人家这一招棋啊，放光芒了，位置非常好，非常棒，对，提前等于像是一个什么狙击手啊，已经等在那儿了，已经埋伏好了，所以这个棋你如果再藏呢，显得好像有点笨重的感觉，有点笨重，不合适。那么很可能，这个是一个猜测啊，猜测这个范廷玉他的思路啊。思路，因为现在呢，我呢，也来不及，咱们也来不及多去看看人家，而且今天呢，星期六，星期六他比赛安排在星期六，咱们又回过头来讲这问题了，他比赛安排在星期六，是不是便于大家欣赏？是，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应世杯组委会啊，他的初衷，对，对不对？希望更多的棋迷能够有时间观赏到这盘精彩对局。对啊，但是呢，再反过来，星期六，对不对？别的人都不上班，对吧？那么作为我们这个讲棋的人，我们可能也问不到人，对吧？对，国家队也放假了啊。对，也要一样，你正常的要休息。是的。照道理上来说，是否呢？是可能要下在这儿？我觉得应。像吗？我觉得很像，很像啊，很像。因为刚才你除了长之外，当你打吃的时候呢，我如果接上呢，就显得重，太重了。我的感觉呢是要下在这反打。我觉得话了，我觉得范廷玉应该和您想的一样。从道理上来说，走这个，这个时候呢有两个考虑，一个你不想让他上面头封住的话呢，你应该在这儿放一个，然后再虎在这里。是。但是你如果想在这个地方直接就想进来，就地想做活的话呢，我看应该在这儿。在吃。总而言之啊，下棋的一个铁则，把对方先前已经下在棋盘上的子，这个棋一般你们围棋天地都不太使用这个术语啊，叫什么呢？但是我很喜欢，叫什么？叫鱼化。鱼化。就是变坏。使变坏叫鱼化。使这个之前这个对方的棋子对使之变坏，使之变坏，对，就是您说的鱼是鱼形的鱼，当然是了，鱼化，鱼化，就是把你这个子啊变得，你看，如果你已经接在这里了，您这个尖什么意思啊？对，显得重复了。那么我非跟你尖俩交换呢，绝对不会亏，白的。是的，是的。那么先走这个，这个地方呢，如果我走这个呢？现在咱们主要要看看他能不能打吃，
这个应该可以吧？嗯，为什么一定可以呢？我如果 长我就爬，就爬，再长呢？接着爬。这个地方咱们还真的不知道啊。如果再长呢？哦，还真是啊。那我再爬，我爬到这儿了。再长，你是不是觉得也有点含义啊？有点悬吧？你再长五个，我断进来，你断我长啊？还能长的？搞不清，这搞不清，咱们来摆一下啊！大概看一下、啊。那我肯定要冲。冲一个，我先这必须得度过。嗯，我看看啊，这个地方先跳一个没坏处吧？这个地方比气什么结果？跳一个似乎。这是在先手。你硬在哪儿先手？我硬哪儿呢？我大概顶一个吧、对，大概算顶一个。它还是有袜子收我的气一样的。但是只有我走才能延气啊。先说如果就算是这样一二三四，哎呦他还是不错，他气好像比我长是吧？铺一个，铺他提掉，再铺他再提掉，咱们得赶紧搬掉，这要不不搬来不及了。这怎么回事？他一紧一紧一紧三气，三对三啊，把我吃掉了，黑气被吃掉了。还真是，你气好像不太够啊！啊，差一气。我如果走这个，你如果单紧气的话，被我一沾，噼里啪啦不全打紧的，你这三气我也三气吧？对，好像有一定的，似乎有一定的风险。是，对吧？刚好有两扑，这个有两个扑。那如果不能吃在这儿，只能打在三路的话，你不能吃的话，只能打在这里的话，有点好像。心情非常的不愉快。我觉得白棋是不是最简单的已经就活了嘛？做活啊，就地做活。哎，你走这个不让你刺一下的话，我已经能够放心接上了。对，你这个接本身还不舒服，它噼里啪啦一般先手都活掉了，溜之大吉。这个很爽吧？这个图是，对不对？如果这样进行的话，白棋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满意吧，阿老。可以满意啊，我是这么觉得。所以咱们猜一下，所以他压的时候，白棋黑棋呢没有搬起来。所以朴廷桓一看，得，不要跟你搞了。是长。我干脆一起度过吧，下边这地方，这个右下边我搞不清，干脆彻底度过。对，一边度过呢，其实也是在搜白棋的根。没错啊，如果你只能长的话，他可能还要走呢。再爬。现在他上狠的攻击你，哇！我觉得看到这步棋，范廷钰来真格的了，动真格的了。这个地方是双方呢是必然有一战，因为你现在不可能不断是说不过去。我觉得不管怎么样，闭眼睛先断上去再说吧，好吧？后面有什么变化？看范廷钰怎么这个地方啊，我觉得。要一摆呢，今天因为主要是你来讲棋，我就想到我想到的就是围棋天地，对不对？老想着这围棋天地如果在这个地方做一个专题，这一本书够吗？我老是想这一本书够不够啊？别的东西别登了，咱们就登这一专题。登这一专题你们这个不叫月刊了，你这个叫杂志吗？你还叫可以出一本专刊啊？专刊了，你这个就不像话了嘛，对不对？现在他呢这个地方我看啊，就不要特别多讲，我们而是尽可能的看他的过程，对，分析他的想法，欣赏他们的高超的棋艺。好的，好吗？那么显然是这个一段呢，如果能够把这个段的子吃掉，或者能够把这个沙给吃掉，那么一切都解决了。问题是，棋精啊，给你一个破折号，这是不可能的，你不要做美梦。首先这个大家实力这个水平相当，对，而且我们可以看这里呢，黑棋的子力明显是多过白棋，没错。如果白棋轻易的就可以把这两处不管是哪边的棋筋就吃掉的话，太奇怪了，就不会是应试杯的决赛了。没错。那么他现在呢决定不管怎么都要长，先长，哎不对，先搬一个。对，他问你到底是断呢还是搬。如果断的话呢，这地方啊，最起码这个三个子啊，就有被滚的可能性。什么叫被滚呢？他比如说随便一走这个，你讨厌吗？那我只能，你如果爆的话，这就叫被滚，这有点难受。你如果这个打呢，它要长，它上面的利用多。对，你这个打是没用的，它接牢，你还得走。是，最后这个又被我吃回来了。是，都是被滚，所以他呢不愿意被滚。
所以他非要在这儿。那么以后当你再在这儿的时候呢，他挡你，嗯，他不是吃，他挡住你，对，顽强，他走了这个，现在他单长。这里边变化太多了，太复杂了，嗯，就像华老说的，真的这个这里的变化呀，嗯，可以写，我们华老，我们如果专讲这个变化，可能两个小时都可以啊，两个小时都可以，没问题。哎，这个其实就不是我们应该解说的了，嗯，就是我们呢给大家呢说，告诉大家这里变化很多，是，对吧？因为它的棋可不是就下这一个局部，它是下的一整盘棋。可见啊，后来我在想，看到这个棋谱的时候，想，嗯，这两位棋手啊都是很年轻的，嗯，也都是他们同龄人当中的佼佼者，嗯，他们这个算路啊，嗯，我们刚才说了，大家在这摆两小时也没问题，嗯，但他们这个肯定是没有用到两个小时的他们的时间，那是他们很快速的，嗯，就把这里，我觉得不能说完全正确吧，应该是相当准确的一个结果，他们应该是了然于胸了。对，那个起码是大概，大概棋，不会出，没有，不会说有一方出很大的纰漏。对了，嗯，那么这个算路很深，就是说我们要顺带介绍一下这个英式杯呢，它的用时规则是，它跟现在的很多国际比赛用时都不一样，它是每方啊用时3.5小时，是。那个已经比所有的比赛都长了，都长，就这个保留时间吧，这个算保留时间，基本用时，不是，这个是基本用时，基本用时已经，每方你3.5小时呢，它基本用时，嗯，我们现在所习惯的基本用时用完之后，嗯，是进入读秒，是，这个应试杯呢挺逗，那么这应昌奇老先生生前他就有这个理念，他说这个你人家下棋下的比你快，嗯，就说明人家的棋艺比你强，嗯，那么人家下得快的一方理应呢在时间上，不是在目数上应该他占便宜，嗯，应该把这个时间的优势转化到目数上，棋盘上，对了，嗯，用他的通俗的说法说，这叫什么呢，用时间买目数，用时间买目数，对吧，时间买目数呢，应昌奇又教导我们，他说这个东西呢不是无限制的，嗯，他说呢你最多啊，就是说这个每次借呢只能够借它的1/6，六分之一，哦，对，哦，是这么来的，并且你呢还不能够超过我给你的规定用时，哦，难怪原来是啊，听华老这么一说我突然就恍然大悟，原来我们知道这个应试杯啊，它这个基本用时是每方3.5小时，那么加起来是210分钟，3.5小时加起来就是7个小时，不是每一方，不，每方3.5，两方就是基本用时是，不，我现在是您说是后面的这个，我现在我在跟你说那个啊，每方呢，每方呢是3.5小时，3.5小时之后用完之后还有一个用这个点数买时间，买时间，咱们一方一方算嘛，你两方算你就搞不清了嘛，好的好的，就是说你他就给你算什么呢，你3.5小时是210，嗯，对不对，180+30嘛，对，是210分钟，210分钟啊，这个应老先生啊想得很细，嗯，他说啊除以六呢等于得出什么呢，35分钟，所以呢他说呢给你35分钟，嗯，他苦心的经营，他说给你35分钟，给你两步棋，嗯，如果你基本用时，对，你3.5小时用完的话，对，本来贴8点变成贴10点了，贴10点，然后你可以多等于多用2点呢，换35分钟的时间，换35分钟，但是有极限的，嗯，你只能够换到3次，6点，嗯，他说你不可以再用下去了，就是他根据这个比例，你不能再用了，不能再用。他说给你规定，他说已经延长这么久了，嗯，这个以应老先生的口气他会跟你说啊，我给你3.5小时，如果你无限制买下去，你要求我下10小时，嗯，那么人家怎么陪你下，对，他会这么跟你讲，嗯，那么人家一想呢也对，你本来就是出资方，对不对，他有这个想法，而且呢这个应试杯呢是40万奖金，这是不得了的事情，对吧，这个40万奖金啊在当时的时候啊
大大的就是说什么呢，可以说是提高了围棋的行情。是因为这个应试杯是创办之初是1988年，对了，第一届，当时1988年的时候，它的冠军奖金就是40万美金。对了，当时一直是40万。嗯，那么可以讲一些小的这个掌故，在我们休息之前讲一点小的这个掌故。好的，好的。就是说这个40万美金什么意思，知道吧？当年88年的时候是有奥运会的。嗯。大家想一下，88年是不是有奥运会？88年这个40万美金是什么概念啊？有奥运会，奥运会的冠军奖牌，就是回来拿了奖金，拿了奥运会的这个奖牌之金牌之后，嗯，我们当时叫国家体委，嗯，当时国家体委啊颁发给你的奖金是8万块，人民币。人民币。8万块人民币。当年88年的这个时候呢，人民币跟美元之间的兑换率呢，长期保持在8.23，一比8.23，就是1块美元顶8.23左右的前后的人民币。嗯，我们粗略就算作1:8吧。1:8。嗯。那么也就是换句话说呢，10,000美金呢就是奥运会的一个金牌。哦。就说这个应试杯相当于是政府奖给你的，相当于奖给你了40块。40块。40块金牌。那么当年呢，我呢还在岗，嗯，这个时候呢我正好是在岗，结果呢就是聂卫平呢后来这个应试杯呢他打进决赛了，嗯，首届应试杯他打进决赛。进入决赛的时候啊，我作为当时国家围棋队的一个干点事儿的人吧，就要开始什么呢，就要想事儿了。嗯，哎，我就想最少他拿10万美金，他输的话是拿10万，嗯，他赢的话呢从外边拿过来40万。嗯，那么当年呢就是因为比照着就是说这个奥运会奖金，国家体委呢又出了一个文件，就是关于国际大奖赛的就是说奖励办法，嗯，奖励办法的实施细则。这个实施细则里边告诉我们，这个他说这个奖金啊最高就是有国际上的大奖赛，嗯，最高他说你拿到8万块钱啊，拿到这个10,000美金啊，嗯，他说是要封顶的。哦哦，这样的规定啊，当年。而且不是，就是等于是那个文件刚下，是在决赛之前。决赛之前已经下下来了。哦，这个文件一下，我们国家围棋队马上谁都傻眼了，特别是我当时我是领队，嗯，我就不会了。我说如果聂卫平，对不对，他就算输了，实际上他也输了了，嗯，那么拿了10万回来你只给他1万，还说告诉你是由于文件是封顶了，你说合适不合适，嗯，已经拿到最高的数额了，哎，结果呢我就找主管部门去，主管部门怎么告诉我呢，他就把来龙去脉就把我刚才告诉大家的也告诉我。哦，而且他说了，哎，这个老话你看看，这个文件如果刚下，嗯，文件下的是有道理的，根据奥运会来的，所以10,000美金封顶是有原因的。嗯，他说老话你看看，我的文件如果刚下，政治术语叫什么呢，就叫开口子。嗯，我的文件刚下就开口子，您看确实啊，人家合适不合适，新官这种新官上任这种新规刚刚实行，还没实行呢就被你挤破了。哦，就开口子，政治术语叫开口子，那你怎么办，嗯，怎么办，所以，哎，这事情，所以就是，也就是说，这个40万在当时来说，这是多么大的这个事情，是一笔相当的巨款啊！哎，那么现在呢，不管怎么说，现在啊，他搬了之后，嗯，他直接一退，哎呀，这棋真的不知道应该下在哪里。嗯，对黑棋来说，嗯，啊，刚才看起来是白棋孤零零的几个子打入进去啊，嗯，但是随着这个范廷钰，嗯，子力一点点增加，嗯，好像每个子都很有用处啊，嗯，二老，没错，嗯，现在这个地方呢，他也可能想活这个两个子，还有跟大家提醒一下啊，他这个地方可是还要藏进去的，他没有说你这个地方就好了。所以说白棋在这里啊，他的这个回旋的余地我觉得是比较大的。他要一藏，你要一断，他可就拐下来，嗯，你要再藏进去他还要藏了。哦，这地方你还没好。对，有这个含义啊，再告诉大家，嗯，是的是的啊，我们在是，那其实这处现在是比较这个关键的时候，对，罢了，嗯，那不如我们先稍作休息啊，嗯，我们一会儿回过头来，嗯，好好的把这里看一看，嗯，好，我们一会儿再见。
好的，欢迎回来。啊，华老，刚才我们休息之前呢，这个局势呢，已经进入了一个比较白热化的阶段。没错。这个地方的缠斗啊，绞杀，我觉得双方都不容有失。对。尤其是对黑棋，我觉得。对。因为这块空是黑棋的一个大本营啊。对。这地方啊，我觉得大概其实咱们不妨是这么说，这可能呢有很多人呢是会想下在这儿。这个地方的选点太多了。就是他就想啊，这个地方呢，他认为呢，就让你不许藏进去。藏他要断你。你再拐下去，他就要拍死你。这个也算呢是一个道理。但是呢，你毕竟是藏这个呢，就是这种地方的这个利用啊，将来最最最最起码，可以说是最最不济。那么我也是搬你走，我如果立下去的话，你要必须要断我的。就像要不然我要扑你。是。就比如说像这些地方可能有这种变化，那么呢，朴廷桓实际上走的这个选择的这个变化呢，是最最稳当的一个变化。非常的，他既没有走这个，也没有走这个，而是简单的就直接走在吃掉。其实我觉得这步棋，华老，我觉得它看起来啊，好像是没有说这种压呀什么，看起来特别强硬的下法，没错。但是它这个棋肯定是经过了深思熟虑，计算过的一个下法。而且我们看到这个棋把它，白子牢牢的吃掉以后，这个断点，没错，还是厉害的，还是很厉害。那么显然一个什么呢？朴廷桓能想到的一点呢，就是说你这个断呢，现在是很损的。是对。要是你没有这两招，他单走在这里呢，那好像这个价值又不太一样，显得稍微老实一点。由于你已经有了这个，可以使得他有打在这里的想法。对，对黑棋来说呢，也是一种收获啊。但是作为一个选项，我们的建议来说，也跟大家说，也可以考虑走这个，也可以考虑走这个，大概都有可能。这肯定都是他要计算在内的这些选点。现在你走了这个之后呢，实际上呢，范廷钰的这个下一手啊，相对来说不是显得那么复杂。可能因为你既然不可能打，也不可能打这个。这个直接打吃是有点，不能一下子把它吃掉，那就不能轻易的打吃。太直接了。太直接。那么他意思就走这个。飞这个点。很好。感觉上第一感到觉得看起来就像好棋。看起来像好棋。一个要打吃。对。对不对？一个他要挤你。马上这两点就见合。挤断。于是呢，他呢也有所准备，他于是就走这个。贴住，对。他要补啊，这个总不能让你吃通啊。然后这范廷钰呢也下得很巧妙，他呢如果是他觉得如果走这个的话，单顶的话呢，他大概是怕人家就走搬住吧，就搬一个，怕人家走在这儿。其实搬住也能把它也能下，也能挤哈。好像也能挤啊，也能挤。因为他是不是就想这么转换一下？一挤你如果接牢的话呢，我断是先手。我断是先手。这地方能我下的话还是不错的。对。那么如果是我单顶的话，他会下在哪儿呢？我觉得华老他是不是也就，还是走这儿？这个地方不理，是不是还有不理的可能性啊？这条啊，不走了。比如说把这个虎过来。有没有这可能？有可能。这地方暂时啊，并不能吃掉我。对对对，打我能藏，再打我能再藏呀。这个不成其为争执，我跑出来了。比如说打吃，他就跑。对，再打吃，我肯定还跑啊。这个因为争不掉，对，也没法争。是带响的。带响的。所以这招棋啊，如果能够是先手的话呢，就好了。但是可惜不是。于是呢，范廷钰呢，可能心里边想好了，他就觉得这个两个字啊，如果不能够保住呢，那也就拉倒了。也可以，弃子都很灵活。所以他，他决定下来是小尖。我看到这儿的时候，话了，我在想啊，像这个飞啊，小尖，范廷钰应该是从压的时候，就计算在内了。差不多。差不多。我挺同意。这个地方呢，对黑棋呢，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考验。对。照局部来说啊，
走在这儿和走在这儿是比较像个旗，形状也、形状旗形也是比较看起来比较美观的。但是你走这个的话呢，其实是最软弱，最软弱，气还松着的。刚才我们说这个、这个挤等于是先手，对，它这个再一挤进来啊，你就没得救了。如果这一挤先手的话，鲍老刚才说我们说这顶不见得是先手，没错。那现在多了一个，你多放了一个子，人家反而变先手了，对了，你都在挡住。对了，这个他就再一挤，再一挤过，哇，他完全会下了。这个棋的话，这个白棋打入就太成功了，对对对，收获巨大，太巨大了，所以他肯定受不了。那么还有一个方法呢，是走这个，走这个，走这个其实也他也是一样，还是他也是要挤，还是有团的先手。这个地方你再被一打出方式跑出去，这首先是不可能考虑的，而且被吃掉了，已经被吃掉了，对，这根本不可能。所以这个地方呢，换句话说、想了半天呢，他就是为了让这个棋变成先手，所以他走这个。是，也就是才知道呢，这个黑的呢是什么都不能让你，他就得走这个。看起来是一个迂形，但是其实是目前最强的一手棋。这个范廷钰啊，还这个地方啊，靠，挠挠你的痒痒，什么意思？就是说你如果敢直接冲掉，那么将来他万一被走在这里的时候，这个地方的气就不太一样。对，所以呢，从道理上来说，这个棋如果直接走这个、是有风险的，有风险，所以他不愿意，是他只是确保啊，您这个地方您就别捣乱了，我能拐住就行了。其实对对黑棋来说呢，他不如就看左白棋这个地方，有一子了，对了，你再考虑这个地方应该怎么来进行。那么这个搭呢，肯定应该走这个的。但反过来说，作为白的来说，这个搭搭到他拐，已经有收获了。那么白棋呢，转身直接挤过。说了半天，我们一直在讲的这招棋，对，就是他要挤你。是他飞的时候的下一招棋，就是准备挤过。好，白棋黑棋搬。黑棋呢，一看呢。就是要把你这个两个子要吃下来，是因为不管怎么着已经被挤了，当这道棋如果再被走这个的时候啊，我的这个地方形状就薄了，是气也紧，所以这个时候这个两个子很重要，很大很大，它得吃你，不仅是目数啊，厚薄也有关系。搬搬白棋还接着搬，不让你吃的那么舒服啊。没错，其实它他就是不，其实两个子是救不回来，但是他就是要求再多利用一下在这里。他再长呢，再长他拐白棋就顺势拐下去，再加下去加。现在白的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对这个角的，就是说就是吃掉脚的这么一个过程了，这里面形成了一个转换吧。可以算是转换吧。花了，当然是啊，他粘上，粘上呢是凶狠的一手。这一手棋如果只会走这个，那叫什么呢，你等于没紧住他气，对，就变成后手了，稍微有一点点缓。所以就双方正在较劲的时候，突然有一方对松懈了一下，你总要接紧，对，接住，紧住他的气。紧住他的气呢，这个范廷钰呢一看你这个地方啊，你这一溜当当当当当当当，除了目数之外，他也还想紧你的气，其实就是说他局部啊他是可以走这个的，是，但他不干，他非要还要紧住你气，跟外边的利用有关系。他这个棋挺狠的，非常的狠。下一步他准备弯到这儿吧？没错啊，弯到这儿的话，这个、不仅是个铁眼，对，都连回来了。还带着眼，带着目数，带着眼位都回来了。但你如果现在再吃一个的话，它便宜了。那是。你如果肯交换的话，它便宜了。那已经就白走的嘛。怎么着，从目数上来说已经便宜了。对。所以这个黑的呢，他要把。不肯再硬了啊！他说：“你这个子啊，你既然不吃，那么我就要接上。”对，范廷钰说呢：“行了，我呢也就是吃掉，看作是你的一个先手官子啊。”这个地方刚才一直双方迟迟都没走的棋，现在
黑棋搬过来，这头也确实是很大，确实很大。还有一个注意一下，这个地方啊本身啊是有一点想把它这个子给吃下来的，有这个目数也不小啊，目数也不小，因为这个棋如果要不走的话呢，里边还有街，有巨大的官子哦。但是这个街呢，问题是被他一拐，你一走这个，他还要搬你。暂时还没有棋，哎，暂时没有棋，就是目数是巨大，然后他再一次你全不能动了，对。但是这个棋呢，时机呢还未到，所以就给大家说一下，解释一下啊，这个断之后的一些手段，这地方来不及吃，他要扳头，扳头，啊，他这一扳头呢，白的呢就决定呢，这个地方现在已经膨胀了，这地方战斗很有意思，我觉得白棋应该说是也有所得，有所得。我觉得白棋怎么说，好了，不管怎么样，把这个角原来是黑棋的空，现在变成了白棋的目数了，而且很巨大，很大呀，连断都不用断了。这地方的所得呢，应该是好几十目是没有疑问的。这里呢是一个实地和外势的一个转换，白棋呢得到的是非常可观的实地脚步的实地，当然是这个黑棋呢外势也很雄壮，还有中央的潜力，所以说现在应该还算是势均力敌吧，华老。我形势还是感觉是这个样子，双方这个差距还在焦灼的当中啊，没有拉开。当他搬的时候呢，白的呢决定呢大场，大局观啊，这一看就是个中心点。对，这换成这一刀其实黑棋，想象一下，对吧？显然是无比的巨大。是。好，这个黑棋啊，决定他想来想去啊，这个子还是大，还是大。他就听见你刚才的这个说法了，哦，这个可能是利，利呢就是直接就是个眼了，对，对吧？将来再走起来的话，主要是一利了之后啊，关键是这个地方啊，对，这个气都是全部贴紧的。一利完是不是很再很想再粘回来？粘回来不是有什么气？他万一这个地方你真只要是不利的话，哦，他直接给你，注意他还直接逃出来。对对对，我这个都又慢了一步了，慢一拍了。你这个不理你啊？没理的，没关系了，没关系，直接加过来。但是如果这一加，只要这个冲了，蒸不掉，蒸不掉的话，这个被一接可不得了，你死了。对。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子的逃出来的作用。对，他这个后续的手段啊，不仅仅是一个目数问题，有很多后续的手段。他本身当然也大，本身已经就十多目。因为要照你的说法，这一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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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自己增加一目两目三目。对。而且这里边呢，确定不要补了。这个味道。对对对。确定不要补了，这特别大。吃到这儿的话，将来断一个是先手。对，他走在这儿。很大，目数很大。65的时候呢。范廷钰啊，现在开始发力了。发力。他发力呢，发在想不到的地方，特别是已经人家搬了。最后他竟然把这个地方突然。我们看是这样啊。因为你搬，他会断，他会上边打。对，刚才觉得已经拖一个，基本上算是我们这个脑海里觉得已经度过了。对。但现在白棋是。他还要尖。尖一个，这个尖其实是很，为什么？非常直接啊，华老，我们觉得他是度过，是其实在脑子里把这个尖啊，好像有点排除掉的感觉，因为有看起来有一点点俗手的感觉，但是确实很厉害。你如果直接接牢，你如果直接接，他会搬，那就搬下去了。本来没这个子的话，他是断进去的，那是当然了。现在交换了之后，你不能断了，普通是应该退。会，我相信呢，他不是接牢，接牢他加下去。哦，那我有一点不知道下什么。上边很薄。我认为他是走这个爬，如果断的话我再搬上来，再搬上来，这个你很不爽。脚上的实力不去说他，而且上边呢形成一种莫名其妙的对攻状态。不是，这个地方他有气，知道吧？对，气还很长，好几口，而且这个脚呢现实已经先被人家得了，这是极为不爽的。对，这个地方注意不要接，一接被他一夹，你反而有点不会。第一，你没有得着脚；第二，你外边战斗起来啊，这就玩真的了。不见得好。是。所以他要接牢的话呢，他是要搬下去。那么，这个朴廷桓呢很有意思，他拖一个。拖一个，没有简单的这个粘住，拖一下。
他先要把脚空扳住。对，你如果冲的话，他袜那就袜沾，把得脚。得脚，你这个实力有点大。有点大，所以范廷钰还是挡住了。挡住。挡的时候再加。再加，再加呢是逼的那个白棋啊，嗯，没有办法不转换了。哦。因为你第一不肯走这个，走这个招的他一打，一打他已经通了。先手打你。随便再一补。之前的这个尖就失去作用了。全白下了。对。然后呢这个地方呢你首先不肯打，你只有照着实战那么下你其实就给白棋一条路，没有没有别的选择，没别的路，实战白棋是吃在这儿，他不肯让他打，这个打吃下边要冲过来他受不了，对对对，这得粘上、下一步呢又是必然命令型、这个、你这个棋不走他冲下来了你不像话了，挡住、很好理解，黑棋呢通过两步交换呢先手粘住了，然后尖出来，对了，他觉得呢这个地方呢我就可以吃你了，是一棋，他绝对不肯走这个，他要直接走的话是走这个、走这个人家又尖回来，你不是很不舒服吗？对，你之前这个子脚上的多少损了点，还是损了，然后这个地方还被他这样尖着，对，他就算当时不尖起码他也能回来、他总是想把他吃大的，省把这手棋省下来啊，那是最爽的事情。没有想到呢那边也不干了，搬下去，搬下去，双方在这里呢又进行了一个对小小的战斗，还是同样的道理，你要敢退，你要退，那他这个目数更要渡过来，对对对，这个目数太大了，一个道理，所以他这个单加不能让的，不能退让，这里拍死你，这棋搞得有点大了啊。突然好像是一个对攻的形状了。对了，你如果这里黑棋如果下不出什么招的话，那可就有点不好。我看啊，华老，之前我们说那边黑白棋啊，还是获得了一定的目数这个实地的啊，但是呢，看这个意思，范廷钰这个意思呢是没有打算收兵，继续，也可以说是。也不知道现在是不是优势啊，是扩大优势也好，或者说是继续他这个战略意图也好，反正我看他的今天的意思是没准备很平稳的进行。对，我们来看一下，简单的看一下，如果我们要走这个，这是很正常的一个想法，就把你口封住嘛。是。那么如果我们是走这个，这个棋从局部而言呢，你是必须要能够挡住，要不挡住他已经活了，他一提就活了，你必须要扳住。对，你如果简单退的话，一提局部已经是活棋，已经就活了，必须挡住，你再提他可以搬到这里一路来，对了，才可以杀棋。那么如果搬到这里呢，有两个可能性，一个可能性呢，一个可能性呢就是说直接就断你啊，马上断，这个争子是白棋有利，他你肯定争不掉，对，也直接跟你作战，这个作战黑棋来说也是很不很没有把握，对。还有一个呢，你比如说啊，我走的我走一招最最最最不像棋的棋，比如说走这个咱们随便说啊那么你假如是接牢一个，对，我算提掉，你要不要搬？对，我得搬，既然要杀棋的话，如果再走这个呢，这很明显，这个你在挡，就是一个活棋，已经是活了。那么我照我想呢，正常的话呢，它是会要断。所以我们就不难理解黑棋的下一手啊。它为什么走在这里？它现在走的是这个。对。走的这个啥意思？你如果防断，那么它再贴住。刚才说这个有可能出眼的地方没了，没了，已经堵死了。那你如果你再爬，他扳住你。哦。再断呢，他也退呢，也比刚才好。是。大概是这个含义，所以他现在点在这儿。先破眼，实际上是一个破眼。点在这里是很凶。再挤。啊，范廷钰呢一看啊，有没有走这里的可能性呢？继续掏呢？咱们不是特别清楚，对，反正总而言之，看范廷钰的这个下法，我们看是这样，他先点这个，范廷钰是灵活的转身了，他先点这个，对，问问你该怎么办？你如果不管挡这个挡这个，他就爬过来，他就爬过了。你如果挡，我们来看一下啊，如果挡，他如果爬，得挖吧，只能挖，只能挖，打吃，粘上，
我看呢，走的最熟的呢，嗯，咱们就算走这个。走这个，下一手棋准备要提一个做活。啊，他要立，我还是渡不过是吧？渡过他搬下去，扑噜噜一扑了一个打掉了。对对对对对。嗯，他如果贴在上边，嗯，我们到底应该是下什么呢？他是不是准备就这么长了爬回去？哎呀，也可能还是就是这个招、嗯、一样。嗯，所以这个贴啊，贴的没贴到东西。没有贴到东西，对。嗯，所以他绝对他点到这儿，实际上是已经准备转身了。转身了。嗯，他决定呢，就挡住。挡住。挡住呢，范廷钰呢一看这一招棋的先加，主要这一家呀，白棋很舒服，很爽。他很愿意，我觉得他之所以愿意这个转身呢，可能这个先手家也是比较诱人的、没错，这个家很诱人，这一家将来拐都可以直接挡住。这个家，我咱们又把刚才说过的那个词儿，咱们再说一遍，使得这个两个黑棋啊，彻底的鱼化了，就变成损的，很损的两步棋。对了，你比如说这个，现在它是这个形状。如果这家也是先手，对，这个家如果也先手的话，人家还要在这儿呢。哦，对，可以搬进来了。哎，就算是立，那么这个形状，你总不能走这个呀。帮我补上。关键还走这个，你起码是走这个呀。对对对，这个棋实在是太损了啊。损得非常的大。那么就是说，其实对于白的来说呢，就是咱们刚才说过的话，鱼化。鱼化对方已有的子，对，把之前对方下的棋变成不好的棋。对，这为你们这个围棋天地呢，我抛出来块砖，看看顶用不顶用，这弄一个词儿叫鱼化。我们以后要经常用用这个词啊。不，这不见得用，我是抛砖嘛，我的砖头用你也不见得要用啊。是一个新的概念。好，接着呢，他再冲上去，贴上来，挡住。冲上去，关键之后啊，冲了之后啊，他必须得理。他要不理呀、这一尖很厉害。他又鱼化你。又鱼化。对。这样的话，大概比如说走这个，你走这个，走在单关上，你这个字就显得有点。你如果还很心平气和的，如果肯走这个的话，那我已经就。不好办了太好了，不会了哈，不会了，所以他搬他断长很厚实。那么其实黑棋下厚实同时呢，就是把这个白棋啊吃得更牢固一点，牢固。然后白的步调很好的情况下，它能够长。不错啊，本身就要长。又遥相呼应。对不对？向他送去声援。对，这个地方是一个很爽的形状，很好的棋形。可以看刚才当初黑棋搬的时候，白棋是脱先了。对了，在这一处交换了这十几个回合之后，还是白棋又回过来了，抢到了这一点。黑的呢，他现在没有办法压了，知道吗？不能压了。他现在压的话，我看白的就走这个就挺好。跳一个，下一手要。你这不还这个还连着你呢？对，你还没有吃得很干净啊。不是，我要一连回来你死了。这搞大了。对，所以走一走这个你不是很不舒服吗？你首先也跳不进，飞不进来，我要冲。你只能走这个，那么遭到我一走，表面上算你长，我哎呦天，这骨头骨的舒服，很舒服，对吧？这样子很舒服，头挺好，好行。甚至有没有走这个的我就不知道了，还要贴回来啊。就反正这一代呢，白棋的手段呢比较多，头绪比较多，肯定是很舒服的。所以他才不干了，飞过来，他先飞。他一看原来你围的比我还大，是，那我怎么能跟你对围呢？对，你再围一围，黑棋白棋这个下方啊，这个时控可能要超过黑棋的基本控了，他这个要杜绝这样的事情发生。拐的意思是你当心哦，一不留神我还冲断你的。都是暗藏着杀机啊。他一看他得走这个，挤住。粘上。挤住呢，明显要叫吃，是先手。对对对，这必须要补。你肯定不肯走这个，走这个再被打，这一头太他要走这个。他要走这个呢，这个棋他很爽的。注意啊，他一直憋着这个呢。现在他
这个棋的目的达到了，他这个接把这个字连回来，接得你很不舒服。嗯，对，我们刚才说这个地方黑棋断啊，好像是先手吧？对啊，一接牢就有棋的。对，但是他在那个这么忙乎的时候，这个来不及，来不及。对，这是他的遗憾。所以这个先手粘背，有点那有点像双仙官子啊。没错，有点像双仙的一个官子。这个地方，而且呢，他还在问你，你是走，你首先不能走这个，你如果走在这里呢？首先是这个地方没用，后手，嗯，这个地方呢还被我将来有断的可能性，嗯，这个上边的气不一样，这个头软多了，软多，嗯，所以他被迫的很忍耐的不走在气点上，那这地方他空两气，对，对高手来说是有点不舒服的地方，屈辱，有不舒服的地方，这就叫屈辱，屈辱，嗯，这不是不用词比较狠话了，对，这个是、这个程度说的比较重一点、啊、你走的不走在气上你怎么会对呢，但是又没办法，没办法，不能不走这样的棋、所以就是这白棋下得好的地方、哎、范廷钰，这是范廷钰因为下得好所以才会让对手比较形成这样的结果，是，于是呢他还要防你扳头，嗯，你的扳头就算长长也厚，对，跳这个跳唱堂堂正正的往上跳，注意啊，他老瞄着这东西，还有冲断。对了，这边厚的话，这个黑棋你得小心点啊。对，提防的。本身呢，他一看呢，本身也大，补一手。本身有目啊。对，这招棋呢，下来再跳，把这个下面这条边的白棋目数是破掉了。无可非议。嗯。结果这个白的呢，走的是真够狠的，他还在这儿。这一点真的是很有意思啊。嗯。如果是这个形状，感觉下一手应该是该白棋下才对。没错，没错，有点儿，有点啊。他还要套你，总觉得是现在情况下是掉在这个位置上，然后飞一个长行、哎。现在他还要套你，可是突然发现是该黑棋下。他呢，就局部而言呢、嗯，你如果非要吃他，你肯定得走，这你不能让他拖出去啊。是。他如果顶，他问你你会不会？嗯。你如果退，那我是不会了。你如果退，他就要搬你。哦，搬。走这个，就是这个形状啊，已经基本上有点活形了。这地方还有着拐呢，虽然我这个地方是少一个。好像已经好强杀白棋。你走这个，要士气只能点进去。他可能有这种很啰嗦。金贵角，这个金贵角太复杂了。非常非常难解的这么个结果。对。甚至有没有这个我也不知道，因为这里还有挤了，还有断，这里还有拍，都说不清。觉得对，这很难解啊。哎，你如果团住呢，他也是搬。起码是根据这个下法，他来决定外边的下法。是。那么这个地方呢，是右手，其实他掉的时候也不见得马上就要做活。对。问问这个黑棋的应手，这个。朴廷桓肯定很愤怒。对。很愤怒。嗯。这一手呢，这里呢，朴廷桓是脱先了。嗯。选点是这个位置，这个位置为什么下在这儿呢？这个位置不是很明白。这个位置实际上他告诉你要你补。哦。他这个点方啊，对，白棋是一直没有补，没有补回来。他没补，你还去跳在这儿了，对，对不对？走了这个之后，一直跳了这个就算好了。对。那么多了这个之后呢，跟那边的这个战斗啊，肯定有关系。是。而且呢，在这一头来说，也有不一样的地方。嗯。比如说走了这个之后，有一个点很厉害的，他比如说啊，嗯，走在这儿你走什么？你看好像风马牛不相及。嗯。但是那只能压住，他如果压住被他搬出来你怎么办？搬出来那怎么办呢？你这局部肯定要断，你这个不用接牢想起吧，这个长出来长我就接牢，不能考虑哈，只能断。这是我说的，你这个长被我接牢那是什么形状啊？你是一根木头，嗯，或者是一棵树，我是一把斧子，我啪一劈啪，很惨啊，两半。对对对，不能，我是因为看到这儿有一颗子，觉得把它也分断一下。从棋的道理上来说，嗯、这个搭住搬当然要断，嗯，这是棋的，就是关联节奏感。那么他打吃，那得长吧？对，当然要长啊，接牢怎么办？
不会下了。再打四为一粒。粒是，这边要跑，那边要吃。这是关联的手段，所以这个地方呢，它不是简单的，最厉害的打路啊，不是光打掉那点空，而是把被打路的两方分而攻之，或者是能攻其中的一面一方，那么就是比普通的打路呢就狠得多了。是，这种其实高手们说，攻击一块岂不怕？对，就怕被缠绕攻击。你两边都要顾的话，有点就比较困难了。他就要求你补，希望你能够回补一手。然后呢，他这个地方有可能作战，还纠缠着你这个地方的作战。那么，如果这个白棋就这么老实的补呢，那肯定是。对不对？不太像。这时候就可以看出这两位棋手啊，两个高手其实是真的是棋逢对手。白棋掉在这个脚步，想要试问一下黑棋应手。黑棋没有，根本就没有理。朴廷桓也很厉害，他掉在这儿，其实也是在问白棋的应手。相互给对方出一个难题，是有这样的，看棋谱的时候会有这样的感觉。是。真高啊，这两个人真厉害。下得很好啊。我们能够在现场欣赏到这样的这个棋局。那个范廷钰呢一看，好，坚决的不肯给你简单的啊，不肯给你简单的那个什么。范廷钰呢继续掏。既然你不理我，对，我问你这个应手你不应，那我就要有一些手段了。关键是这个朴廷桓的以下的这个招法呢，真是这个棋的下法呢，就局部而言，有一点不会下围棋，就是比较出人意料的下法，不是常规下法，凶狠到家了。对，他呢瞄的第一个我走这个你不理，第二个你这个也不理，你这算活了没有我也不知道。对，他一看呢，哎呦，直接搬下去。范廷钰一看，因为你要是长，他就走这个。你如果再长，这是他已经小了，他尖在这里补活还是很爽的。这个脚非常的大，是他要搬，结果呢他鼓起来，一鼓起来呢，他如果退，他有可能已经遭到他断，争不掉，应该会断吧，将来这一冲再冲出来挡不住啊，他就断你。结果他一看呢，这下法也真够精妙的，直接虎在这儿啊，就让你白棋长出来。对了，你长出来。哎呀，这个棋下的太激烈了，非常激烈。你长，我等着你就是长，就要把你吃光。按说话老，这个棋是这个教科书上是告诉我们不能被白棋冲出来。对了，冲出来你是劣形。没错。但是现在呢，朴廷桓当然懂得啊。对了。但是他偏偏就让你跑出来。对了。跑出来之后，再来强攻你。没错。然后呢？非常的凶狠，这个也是很精妙，在这儿，你看好棋，好棋，他问你要你怎么补回去，他走这个，如果，对吧？他可能要单藏在这儿，估计是这个，注意啊，这个地方他始终啊瞄着这个要跳出来的可能，这个棋如果真的被他跳出来，你而吃不死他这个三个子，那就出大笑话了。对，你看你怎么补，还真不见得。因为你这个不能让我再接牢啊。你得补啊，你冲又一口气吃不了我的话，这就不得了。所以他憋的是这个东西。是。结果这一走呢，这一看呢，不知道怎么办了。他这个105在哪儿呢？先打吃一下。他可能一想啊，这个没有地方，对，就这个局部呢，我是不应该理的，对不对？你反正也藏不出来，但是呢，你又放在我这个不当不正的放在这个位置上，总是得走，然后所以就还不如他先灭下眼哈，灭他眼呢，遭到他脱先顶住，这地方感觉上这个黑棋啊，有点怪怪的，觉得这地方是不是黑棋有点用力过猛的感觉、有点风险，有点大，这个风险有点大，被白棋顶过来。这个好像感觉上已经有点小问题了，他还提掉，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一提，他还提掉呢。以我看呢，如果是走的最笨，那么我走这个
会死吗？哦，死应该不会死吧？我接牢，我就打两下虎煞，好像也想要做活是，我觉得白棋没有问题。好像也不容易死。嗯，所以白棋，但是呢，他不干了，他要走在这儿。嗯，他这个还不肯接，接了他也是接牢，他要先走这个。嗯、你先走，对你首先不敢断。哎，你走这个。团，我再粘上。再粘上。那么这个地方要坚固。坚固。那地方也有算路啊，你肯定是搭下来的时候，他还要断你。断。这地方他呢，结果呢就先走，先走这个，先虎。这应试杯也幸好是应试杯，实线呢比较长。嗯。两位棋手呢，在这个地方，你看华老这里上面，其实都是很复杂的、这个。都是复杂战斗。很对，需要很多的用时。嗯。他呢挺有意思的，他决定棋调。这小王就是其实。就是说被咱们严重的就是这个地方如果搬，那么这个地方的将来逃出来的概率啊就还是高，对、这个、所以他提肯定相对干净一点，干干净净，对，是吧，他要提你，然后呢他给盖过去，这个一盖过去啊好像白棋已经露出一点成功的样子，看起来像是，首先看白棋这块棋的眼位，如果是比较足的啊，如果是我们一般，嗯，由于要跨下去，你只能团，你只能团住。他走稳当一点的话，他是走在这儿。立。这个棋接牢不行啊，接牢人家不理，嗯，你里边做不出两个眼。是。我走这个是好棋，好在哪儿？嗯，下一手呢？哎，大家稍微看一眼啊，下一手其实是对比较简单。如果黑棋不理，白棋怎么做活？白棋怎么能做活呢？嗯，基本功。哎，这一走活了，你再点我，我立下去。哎，你再扳我，我团住。对，我自己缩一个眼。嗯，所以这招棋，那么我走这个，你要破眼。黑棋呢，还有一招不错的这个棋。哦，黑棋就是走这个、点。你不是你空虎一个是好棋吗、我就直接点在你虎的地方，对，双方的要点，可惜很可惜也没用，白棋粘住，粘住你肯定不能再理了，你再藏进去，我先手一个眼了、我开头讲了半天就是要说这个是先手眼，对，对吧，当一藏不用说了，我已经先手眼了，那么结论只有你不理，不理呢对不起，一提再一打吃，这个吃打劫吗？著名的叫战鼓牛，对，根本接不住，接不住，嗯，还是活行。就说这一扳一立呢，脚步已经是一个先手眼，哎，有一个先手眼，你想在中府在这个忙活出一个后手眼，那应该说相对容易一些啊。对，那么这个地方呢，就双方就开始战斗了啊。然后这个朴廷桓一看呢、你还得长，不是，对啊，他还得再长啊。这你首先搬不了，嗯，搬遭到他一段，有一段吃不下去，吃他要长的，对，这肯定不灵，只能长长飞过来，就局部啊啊，好像还是能断我，你比如说局部愣断，嗯，那我也不敢怎么样，我认为局部啊你要敢走这个，俺们就走这个就好，哦，我连到这儿来了，行不行？把这两边连起来，都连起来还会死吗？对，那你当初掉在这儿的意义好像没了，所以为了避免被鱼化，嗯，对不对？你也必须要走在反击啊，这有一颗白子了，他已经走了，哎，要反击，他要反击，一反击呢，范廷玉呢早有准备，嗯，他想你走这个完了之后，我如果再连上这个棋再被间断，嗯。不就不对了吗？对，所以于是当走这个的时候呢，范廷玉一看，哎，先把这个先连上，走一个急先手，先走一个急先手，这棋可以说是下的很灵活、下的还是很妙的，很妙，那你大概还得他一走这个长了一个，这时候范廷玉呢准备补棋了，他是补棋呢不是老老实实补在这儿，他是搭在这儿，嗯，断我就吃光你，同时还对稍有一点多少增加点空，对，这手棋是第120，
那么从现在的这个棋看起来，当然现在点控还早一点，还早，因为还，但是呢，不确定的地方，就是我们不妨看作这个棋，对不对？它将来它是接，我现在能够加住这个，对，因为棋是松的，我只要补一步就行了，是，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给我们先大致判断一些十六十七双方固定的目数，算到这里十七目，就这个地方只算三目，也有二十目，对，对吧？这地方呢是一二三四五，十五十六十七，接近二十目，这个是二十目多，加起来小四十目，三十七八目，三十七八目是肯定有的，肯定有的，小小的四十目，比较保守的。然后这个地方呢，由于这个地方你将来眼见的是这么度过去，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二十，二十可能性很大，所以白棋呢，三个角，二十目，三大角，三个大角，对，然后呢，别的地方呢将近六十目，它就是都是小控，对。那么这棋的直觉上来说呢，应该六十目朝上，哎，你能够围到六十目，这棋你肯定还是起码有一拼，哦，因为你这个棋不会那么大的，因为黑棋没有特别大的控啊，对了，控都不明显，是吧？所以我粗粗的一点呢，还是觉得好像还有相当的，不错的概率吧。感觉上面黑棋啊，这个之前下的本钱是比较大的。对了，毕竟是把自己一个大角啊，拱手相让。拱手相让，而且现在人家拐在这里还欠着扳呢。对呀，这个角的目数可能白棋比黑棋还多一些。对。那你必须有一些攻击的成效。打吃。我们看他这个。打吃呢，他就度过。黑棋你必须在中府通过攻击有一定的收获。啊，总而言之不能让你连上，对，不能让你轻轻松松做活啊，长贴住这个棋呢，就是首先来说这个地方如果真的被他加进去空少，真的被他上边搬，这地方有空，对，所以从道理上来说走这个肯定是合理的。二十二十五贴住，那么这样一来呢，这个白的呢他就走在这儿，哦，做眼了，一个是做眼，一个是把这个地方啊走走牢，因为你现在走别的东西啊有可能被它断掉，你连这个尖都够呛，尖它还有可能挤断你，对，这地方黑棋子力比较多，哎，所以行棋得当心，哎，先把自己补后，走这个呢本身就有目，又要搭眼，能看见这个棋呢很讨厌，是怎么呢？你起码从周围围控的角度你就该跟着硬，对，一跟着硬呢人家的眼越做越大，是，而且这个下棋比较忌讳对手下哪跟你就跟着硬啊，对，他一看啊，我一走这个你来，这个棋我觉得黑棋下的也不错，这个扳啊，刚才华老说了脚步是白棋的先手一只眼，非常大，这一扳先手眼灭了，不是，不光是如此，目数也大，本身我们来看这招棋，如果走这个，一走这个，三三目，他如果立下去，嗯，那么这个棋啊，将来啊是只有他算他跨下去走了这个比角，嗯，对吧？这个棋他冲了，他要提掉，他只有一二三四，算到这里只有四目，只有四目。现在他呢走了这里之后，他是一二三四是肯定的，然后他增加了一二三四，然后呢你五六七，白棋减少八，八九目。哦，白棋黑棋增加四目，白棋减少四目，对，这个八目一出一入是八目棋，对，这本身很大，本身就有八目的价值，而且还有这个眼位的，还叫你的眼出问题，很大的一手棋，他呢一看这个地方啊，实际上他想来想去呢是一定想飞的，这他还不肯尖，他一定要想飞，觉得对你的冲击才大，所以他决定呢来一什么呢，自补一手啊，先鼓做，又有了这个了，又有了这个了，这个已经是可是连得很厚实了，连得很厚，扳住，扳住，再胡，白棋下得很扎实，迈龟步，注意啊，黑的不能在这个一带下走棋，他瞄着什么呀？瞄着，注意啊，一来啊，走啊，我得扳吧，二怎么得扳啊，嗯，三，华老在这下套，给我下套。他憋着这个东西，这一打吃，哎，就要叫你中间出断点。对，他是这个想法。是。那么显然，他这个地方呢，当幺三零的时候呢，他
他一看这个棋如果直接走呢，将来再被他藏出来还是个事，还有这个几段的这个不舒服的地方，很不爽，所以他决定走在这儿、而且虎呢中府呢也是有一定的目数啊。好，这一回这个范廷玉如愿以偿，飞过来，飞着了，飞着了，他觉得很舒服了。这个地方呢你不能反击，你一反击的话他拱进去了，顶这块棋好像要活是活得更不舒服了，对，活得更小， 你只能团，他立下去都度过了、这不行，所以他还宁肯走这个。你顶的话可以白棋一长、他一长还是先手，马上再一冲你是死棋，对，这种地方是个小地方，但是看着朴廷桓下的还是很棒的。注意啊，这个地方呢是你如果借牢还是应该立呢，对不对，是，所以呢这个立可能是好一点。那么现在我们呢这一走呢，这个一走我们呢就要搬粘，这个马上搬粘，搬粘，看起来这个局势啊，华老，接牢还是按照这个范廷玉的这个步调啊，没错，进行，对，你再一加的话，他还立下去，很舒服啊，这一串下的，应该说是很舒服。这串我觉得黑棋一开始这个强攻啊，看来是不太成功，不太成功。那如果不太成功的话，证明是应该是白棋啊形势是越来越有利了。他要死腰立下去。然后呢这个地方呢他由于还没活透啊，但是注意这个形状啊，他要扑接牢再挤进去，里边没眼， 你这个地方才没眼、对对对，要否则的话他是已经是有眼的。那么这个白的呢他决定先搬，对，还捞关子，一立这个的时候他决定把眼坐在上边做活，黑棋跳，跳点就粘上，它粘上，这个棋呢已经这个一个巨大的眼，这个眼呢就是说你最顽强的是走这个，对对对，你实在不行打不过不济你可以走这个，但是因为你扑这个也是很过分的，你扑他肯定先提你，而且还能接牢，知道吗，里面挤进来是一个还打劫，打劫眼，对，然后他所有做劫的东西你都得破，很多本身劫，所以这个呢是很勉强的，但是作为白的来说也不能掉以轻心，对，知道有这么一个手段。46，好，47，他先决定接牢，这先手渡过再挤，这现在看得很清楚了，15 16 17 18 19 20，20目已经有了，对，50，现在他走了什么了呢？51，他现在开始肯定要围这个空，对吧？他是下边是现在他人提了一个，都活掉了。现在要进入这个关子了。这里没有，这两个对，刚才是我们点目所摆的。这个棋呢也相当大，因为他接牢本来是先手，是1 2 3 4目棋的，一收有4目之大。是。所以这个地方呢是可以说是相当相当大，51，好，最后这个范廷玉啊现在开始冲一下交换，冲，其实现在双方开始就进入了关子收官阶段，收官了，现在他决定呢他走了什么了呢，飞在这儿，我天爷，他飞在这儿，他要叫你里边补棋，对，同时中间还有冲断的这味道，他5455点在这里，点在这儿，那他当然要搭你，搭你这地方明显是这个断点有断点吧，55，他一看你这地方怎么能搭呢，我这个尖有先手味道，我要断你了，对，我本来直接断是不行，我现在尖在这儿，好，形成一个新的战斗，搬5859，这里可能是应该是一个最后的战斗了，61，他决定先鼓一下，这能不能让我接呢，肯定是不行的，他先长，先长掉再冲掉，冲掉一贴，哇，这两个字被吃掉了，贴吃掉归吃掉啊，你活了吗，你要一起吃你，冲冲
对，走，这里可能是一个最后这个黑棋争胜负的地方。没错，他这个只要确保连回去，嗯，吃你，不能让你加掉。对。然后好，他下的够狠的了，他原来不光是要自己做活，嗯，他还要来这个。对。这招棋够凶狠，啥意思？提掉的话断了你。嗯。这个三个子就被切掉。嗯。三个子就被割掉了，所以他一看呢，这个地方不行啊，他没法走别的，你还不能走这个，走这个也没用，他一退，您还会吗？对，仍然是要接，要走这个。嗯，你没法走，所以这地方走不好了。他一看，愤怒的人，接牢，接牢，你粘过来，你接牢我也是要吃你。这个，然后注意啊，这一头啊。白棋自己的形状是已经是破碎的，嗯，对，他这个一冲断，这边可以有个后门连回去。哎，他要连回，但是你来不及，来不及了。这一走这个，站到这儿，我觉得话痨啊，嗯，感觉这个棋已经是对了，对，好好，应该是我们中方的这个范廷钰啊，对，要获胜了，要获胜了，嗯。然后呢，他呢很顽强的这个时候扑，对，出这个劫。那么他提。76，嗯，77，注意啊，很精彩了。这个时候它是贴在这里的，嗯，也就是换句话说是什么呢？它实际上来说啊，白的没有说我要吃你，对，我只要第一自己能活，第二我这个四个字吃通就行了呀。啊，现在白黑棋是黑棋，现在又提一提，它提的时候，白的。咱们刚才已经粗粗的解说过了，嗯，白的他就简单的一接，嗯，里边呢至少是一个打劫的眼，打劫眼，注意啊，这个打劫眼啊，刚才其实说的不见得准确，嗯，就是你打劫眼，这个本身是打劫，我所有提然后挡，嗯，你得冲，嗯，我什么走这个反正你都得硬，嗯。关键是我在这儿下的所有的棋，你也得运。是，这个本身劫实在是太多了。啊不，到底是活没活我还不知道呢啊！嗯，你比如说走这个，这棋是不是里边已经活了？对，就姑且算作是。不，已经活了。已经活了。根本不死啊！啊，你一走这个，你如果是需要补一个的话，这边是不是也要？我就算这里再走一个，嗯，就确保你不能让走这个，这个是铁眼的，你这个眼怎么破啊？对，已经活了。对。所以应该说呢，再扑他就接牢的时候，那么现在黑的呢照正经的这个下法是什么呢？是冲。哦，他正常下法，正常提掉，你这个得吃通了，对，然后他再一次把这四个子，这个实地也是四个子，至少八目棋，那不得了，本来他要围控的，对，然后这个地方所谓呢，也就是说根本不存在，嗯，一走这个我走这个，你要不要理啊，嗯，你要走这个，我就算吃在这儿，嗯，你就算你狠，算你走在这儿，这地方还该我下，这个棋还该我下，我还难回，你还你走一走就接牢就行，嗯，说这个生死是没有任何的顾虑啊，毫无悬念，嗯，那么这盘棋呢，我觉得呢，这个小将这个范廷钰啊，下的真是叫精彩。第一很精彩，嗯，第二呢心中无鬼，心中无鬼就是发挥的很正常啊，不认为你这个发挥了自己的这个正常实力，没有说有一些缩手缩脚的感觉啊，嗯，不认为你这个师兄有什么，嗯，真的有什么厉害的地方，也不把你真的哦，你世界冠军，嗯，我是冲击世界冠军，一点都看不出这个味道，嗯，堂堂的把你当下手在下，可能至少是一个比较平和的一个心态啊，没错，嗯，那刚才呢，白棋180手粘到这里之后呢，这盘棋呢就结束了，黑棋平陵环呢是投子认输，嗯，所以第七届应试杯决赛这个五番胜负的第一局，嗯，就是以范廷钰三段呢直白中盘战胜了平陵环9段，嗯，旗开得胜啊，先下一城，嗯，好的，那话痨呢，我们就今天的讲解呢就先到这里，我们期待呢观众朋友们后天
周一的时候继续观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应世杯决赛的第二局。好的，非常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